是敞篷车啊，像我这种巨星的话，那头发会不会就乱掉？不会让它吹到你的这个头发。车门好扎实啊！是啊，班大哥，来，我们上车来看一下。你有没有觉得他像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公在爬山啊？他还是用冲的爬玉山。对，他是用冲的啊。请锁定明视第一台，每周一至周日晚间9点；明视无线台，每周一至周四晚间11点。时来运转，台北合众汽车冠名赞助。